I see far, and know why you have come. D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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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n. Heroes attack. 在冰冷森林中，我已孤独穿行太久。像别人的空罐头，谁在意心底的羞 ？I see what they will do next。应该没人知道我在唱什么歌。哦，那怎么全部都下去了？那我要推喽。啊！哇！他眼里没有我哎。Protect ally turret. First KO. 这说的怪怪的，光是他眼里没有我就很扯哦。他都把瞬移逼掉了。人都不见了。海姆推荐买吗？他可以用换的不是吗？你再用线索换就好了。这只现在蛮强的，可以玩。而且线索就能换了，不需要另外去花钱。强度非常够啊，操作起来又简单。操作很直观啊，就是这角色玩起来大概就是这样。他怎么会觉得他打得赢我？怎样？惹你了？又怎么了？OK， 这边用不到我。所以大家会觉得海姆被动太烂吗？不会啊，你可以开图给情报，可以回血，很强啊。只是大招偏难用一点，其他都不错的。他每一招都蛮强的，不管是减伤还是什么。他现在就是，自从他的二技又再度强化后，现在真的是随便玩都很强。他从以前的一个冷门角、啊、变成一个还蛮实用的角色、啊、以前我不会推荐人家去练的，现在我就蛮推的。
现在就是越后期越强了。这塔怎么不爆啊？他还嘲讽我，不知道是怎样的。你有没有看到他嘲讽我？不知道为什么他嘲讽我。他现在就是把那个二技又再加强了之后，就让他整体都变得很强了。现在后面满冷却之后，这二技一直开哦，你就一直二三连段，你拿不完的盾，拿不完的破防，拿不完的回血量。开天眼的时间很难控制，你不用管他，那就是免费送你的额外情报。你把它想成免费的，毕竟它主要的被动是回血，天眼通只是让它还原一下原著设定而已，那个不要管它。那个就是哎，三不时突然对面在蹲草的时候，哎，你的被动突然亮了，你知道吗？大概是这种感觉啦。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主要功能，那个不是主要功能啊，主要功能是你那个战役值啊，回血才是主要目的啊。先把塔拆掉啊！不要摸它。现在没有人可以阻止我，我现在边线是无敌的。那幽灵想怎么滑、啊、都不关我的事啊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以前可能只是个虐菜用的角色、啊，现在不是啊，现在是真的好用、啊。你敢看不起这个角色的人，都会被惩罚啊！现在跟以前大不同。你的三技对于团队来说还有范围上盾的作用。哇，被抓到了。Remember the name of Heimdall. I have foreseen your death. Your skill is unmatched. 我刚大招是想要跳到那个后面了，但好像太远了。你看这回血量，扯不扯？ Attack fast. Assemble. 这个回血量太扯了、哦。啊，这回血量在后期带来的效果是什么？就是快速叠满，你看。为什么强化一个二技有带来这么大的影响？就是因为这个一直刷，刷一堆人，然后那个二技就一直帮你一直填充那个战役值，好吗？就是强在这里哦，太夸张了。又范围破防，等于是帮射手去打出那个破防，让他们可以打出更高的伤害，你又可以在前线扛。你们队友顺风就不要管他们了，我们就一直带线发挥边线的作用。队友打得赢就没有必要刻意去帮了，除非你想刷残团队。上个盾。你看，三刀砍过去，所有血量这样子。有没有？怎么打血都是满的。盾又厚，还可以范围上给队友。这角色现在拿出来玩就是很愉悦啊，跟以前真的不一样。干以前就是干，你为什么玩废甲？海姆现在装备真的随便出啊。球最稳的话大概就是长这样啦，就走防装的。
那你想要去玩什么风暴战俘那随便你了，你今天真的太顺了，想怎么样那怎么样。但是你看看哦，我们全身都是坦装哦，打出来的输出仍然是全场最高，而且我们还没有很积极参团哦，打出来的数字都这么漂亮，那我们去参团还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有必要做输出装吗？没有必要了。所以风暴战俘我最后一件才出，因为你前面就固定有 40% 破防了，到底要风暴战俘干嘛？多余的不如把防御撑高一点，毕竟我们的技能也不是那么灵活，能够吃多一点伤害你就可以站得久一点了。可是他很丑，屁咧，海姆达尔在电影里面很帅好不好？